去又如何？各大搞笑，以为我看了？别忘了眼前望眼的人，只有你一个。 剑骨高手来将你们这些罪险后人屠戮殆尽吗？我本来只想教训你一番，你却要寻死。奇怪，一旦额头符号出现，只要动用法力，体内的醉血气息便愈发浓郁，好似有种神奇的力量加持其身。 下界修士，只求能认祖归宗，托庇于此。<笑>大家既是同族，便无需客气。听闻你从下界带来不少宝药，那就还由你来照顾。去药园容身吧。哎，多谢陛下。 同族，药园，看来是在这上剑火国的药园之中啊！快走吧，最滋应召天穹又当众劫杀了剑骨传人，很快就会有强者赶来，你发什么愣呢？你们记住，这不是耻辱。 而是凝聚着昔日的血与火，最璀璨的荣耀与功绩。那个圣光风云的最血后代，你已被我盯上了。 被你逃脱，但此战我已有所悟，下次定要杀你！天仙异象，雷暴无忌，如此机会不容有失。